其實個 concept 係用咗一個 courtroom 嘅 drama 嘅表達方式，係一個自己想做嘅 project。我反而覺得導唔導演嗰 part 唔係咁重要，係啊，只係反而係覺得好開心，因為一個電影係一個 teamwork 喎，好似可以同一班人一齊去大家 share 同一個共同嘅 intention， 就係想將一個故仔拍好，呈現出嚟俾個觀眾睇咁樣。咁我諗係呢一個成班人一齊個 group 嗰個 team spirit。一齊有一個 intention， 跟住盡量去排除患難做到的感覺，對我是大啲。每個過程都難忘，即係由開始真的要去寫，因為我是由寫個故事開始，揀啲乜嘢題材啦，點樣去表達你自己想表達的背後嗰個中心思想啦，落筆，跟住寫，中間你會遇到好多，其實真係成日會遇到唔同嘅挑戰同挫折嘅。咁你係繼續堅持啊，放棄啊，你用咩 attitude 啊咁？整個過程其實很難忘，現在到了是 execution 的階段， execution 你每個 stage 都有很多新鮮不同的新挑戰，但是因為是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所以你會覺得任何挑戰都無所謂，我就面對跟住 enjoy 咯。我覺得最理想的結婚地點應該是每一個人心裡面覺得最自由的方法。我自己我不知道，即我要等到我到時候的話可能到時候會是跟我的伴侶一起去決定想怎麼做，希望他們開心和珍惜彼此。蜜月的話，我想去有海的地方，哪裡都可以。